台湾的话，通常是比较像比如说，我们就用永龄基金会。永龄基金会是哪个企业知道吗？对，鸿海。郭台铭的女儿啊，他的董事长，是董事长，是郭台铭的女儿。好，那他成立基金会，大概以前我比较能够理解的就是是节税的一部分，企业节税的一部分，然后那成立基金会拿去做赚钱。那另外一个就是它其实就跟企业是息息相连在一起，大家会有印象说，哦，这个企业有在做好事。因为我们基金会他们比较过去常推动的就是一些偏向的生活照顾，跟后来爸爸妈妈跟爸爸妈妈在之后，现在在那个山顶高雄的山顶有一个金融场，就是屏东那边有一个机关，都是我们做的嘛。所以在台湾，有些大企业他们也会做这样的服务工作。或者是在另外一个例子，好，有没有听过信义团屋？有，对不对？好，那有没有听过信义团屋曾经推动一个方案叫做社区之家？好，那也没有，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案？好，信义团屋它从几年前开始，好，他们就做了一个决定，叫他们拨出一笔很大的经费，然后在十年间要补助。你是人民团体，或是社区发展协会，或者是自己个人工作，不要自己的个人，不要用团体的思考，你可以去主动提出方案，要做对这个社会、对这个社区有贡献的事情，然后经过一个审查的过程，然后就不付你钱去做这件你想做的事情，啊，新房屋费用这件事情会用很多。新房屋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如果你曾经是刚好拿过这个补助的人，你的社区曾经接受过这个补助的人，好，你的社区曾经接受过这个补助，如果有些改变跟有些服务的措施持续的在服务你的社区的话，哪一天你要买房子或卖房子需要中介找中介的时候，你会先找永龄还是去找那个信义房屋？信义房屋嘛，对不对？所以这就回归到我刚刚讲的世俗的说法跟白话的说法，一种叫做就是我是在做企业的社会责任，然后是另外一面，好，我们都是只有两面嘛，其实同时另外一面它也是在行销的形象，好，它这个好的形象，让你有这个需求，你要购买服务的时候，你会优先想到它。好，就好像他举的那个我们南影业这个韩国的例子，好，它是很时尚的产业，好，卖衣服的。今天如果那个阿公被这个卖衣服的职工服务到，或者是你去他刚刚讲的这个服务机构服务到之后，过年的好，台湾人的习惯过年要买新衣服的，所以他们条件的租赁比较简单，哎嘛，对吧？你可能就不会选租赁骷髅，对不对？就是很慢。好，就是这样的概念，所以其实相辅相成啊，没有说这样是不好的，啊，这个是相辅相成的事情。好，再来讲一个概念，叫做时间银行。好，什么是时间银行？哈，时间银行这个概念也被讨论很久，可是在台湾之前曾经失败过，可是没有成功。哈，那在日本有曾经有过成功的例子啊，但是后来被讨论的就比较少，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概念，而且我觉得它在社区里面，或者是像我们这样的时候，像它在一个社团里面，我觉得它是蛮值得被尝试的概念。它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你会的东西，或者是你会有时间，那你可能贡献你的时间或你会的东西来为别人做服务，然后把它累积成时数，换得以后的回馈。好，最简单的概念就是它发展的，我们现在有那个资源服务手册，对不对？那我这个会有资源服务手册。好，那好，还没有，我们还没有领到教量形象。你们的都有存折，对不对？我们的行第二型平台，都有存折，对不对？你会把钱存进去，教练会再把它提出来。好，所以我们讲什么样是吧？时间银行有点是这个概念，意思是什么？比如说今天刚讲过我的专业或是我会的东西叫做社工，好，比如说社会福利。今天哈，那个各位姐姐来找。
去申请身心障碍的一些手册跟证明，要相关的程序，他不懂，请我帮忙。因为这个我会，好，我说好，我去帮忙。那可能呢，我帮他处理这件事情，就协助他完成这个过程，跟提交手册，我可能用了四个小时。好，四个小时不见得是在同一天啊，可能这样就会学起来四个小时。我的簿子里面哈，就会有四个小时做的这个。明天好，那个欢各位大哥，好，他们一家人想出去旅游，他们家有孩子，我们平常不知道，都没有人去照顾，但是他们知道我们家有两口人嘛，我们在去照顾，他就来我们家按门铃说，哎，他说先生，那我们家人要出国一个礼拜，这个礼拜请你帮忙照顾我们家的猫跟狗，好，他把猫送来我们家，我说好，这个礼拜我帮忙照顾他们家的狗，然后我们就要一起养。这样子我可以得到多少时数的预约服务款，他就帮我证明，哎，你真的做这个服务，我累积累积，我的服务时数里面可能，比如说，我累积了20个小时，好了，好，有一天，我想说，哎，我累积的时数我想要用它，然后我就想说，哦，最近好像那个什么，韩剧很流行，我好想学韩文哦，在我们家那个隔壁巷子哈。有一个妹妹去韩国留学回来，她很会讲韩文，好，她专业，我就跑去找她，我说妹妹，你可不可以教我韩文，好，然后她是自愿服务哦，她教我，我用我的时数去跟她换，比如说我现在20个小时，好，我先换10个小时，好，就是一个礼拜呢2个小时，好，我先5个礼拜试试看你教我。然后我扣掉了10个小时，对不对？可是相对他会得到10个小时，因为他为我做了10个小时的服务。好，这就是时间平衡的概念。我去服务的时间用在未来我有需要的时候，我把它换成我需要的服务。好，这个就是时间平衡的概念。那我就先本来早期在台湾推动的时候，他有一个概念就是他希望这个是一个全国性的制度。意思是什么？我可能住在高雄。在高雄做服务，可是我的阿公阿妈住在台东。哪一天他们需要去看医生，我又不能先在回家的时候，我要拜托别人帮我带他去看医生。我希望是那边的职工帮我提供服务，好，而不是我一个高雄人再跑回去看做服务，所以它会变成是一个，就是跟银行一样嘛，哈，有必要请你，我问你要请你来银行那样吗？你来干嘛？要那样？好，老师是希望它可以变成这样的制度。可是出现一些困难，所以没有形成。但是我觉得它会是在比较小型的社区里面，是可能被实验，或是大家可以练习，或是像我们这样子的社团，好，大家都熟悉，然后我们可能居住的地方，或是我们居住地方与不一样的关系，但是我们有不同的专长，它可以交换这样子。好，这个是时间型的概念。那在老王讲到的这个区政府的两个情况，这个从一开始我就一直有人提到，那个学生，好，那我刚刚讲到家庭情况概念，说讲到小朋友，好，我们现在在参加志工的哈，经常会看到会有开始年轻一辈哈，比如说像现场的这些青少年或小朋友出生，或者是很多的是现在台湾在推动的政策叫性高龄化居民，据点里面都是老人多。所以志工呢会在就开始有很老的老人当志工，好，接下来就要当志工，好，然后老年人当志工，我们比较可以理解，对不对？因为有些退休的他比较有空，好，根本不需要请出来当志工，所以我容易理解。小朋友跟青少年为什么要当志工？讲实话来，所有的小朋友告诉我实话，为什么你去当志工？升学，对不对？学校的要求，对不对？好，这就是我们的教育制度越来越奇怪的小过程，就说不用考试啦，但是不用考试的结果就是它换算成很多你要去完成的事项，好，比如说好像听说当时都会有分数，对不对？有没有到一个分数？好，那在学校里面就会被要求去当时工，这就有很多小朋友不用当时工。那我觉得其实它本来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概念。可是这个概念呢，回归到学校教育已经在操作的时候，只是我一个设计的方法，会变得很多小朋友，因为我是在社工领域服务嘛，所以我就常常有经验，
以前就会接到那个电话，然后我的妈妈就说，我的小孩应该不是说，好，那小孩看不到这个图片，好，然后他说，其实我们到新手领域的程序啊，就像你正在拿他这个训练啊，然后很要了解你是不是他的服务课程，我也必须要先告诉你说，我的机构在做什么样的服务，那你想不想来嘛？好，不是说好像。说我要去就一定要去这样，我的觉得人有错误的观念，就是好像我的小朋友就走出来就看过什么在做国家的机构。那我会觉得呢，因为你就是要出去两个小时或者三个小时，对不对？你总要做些有意义的事情，至少我自己是这样认为的。好，所以我经常会接到这种电话，尤其是在社区里面，现在也常常有那个领展啊，社区的理事长对吧？都会有那个领兵，他就说你得往尿池上面，就是来等着领兵。这个就这个等有去出现过两个小时才好一点，这种直接就是胁迫你方面上的决定啊，然后里面完整的一个战况一个战的感觉哈。其实真的陆陆续续听到很多这种事情，那其实我觉得会蛮可惜的哈，因为它其实同时反映了我们自己家长对你的小孩做了什么样的示范和教育。小朋友他明明知道他需要去做这件事情，他才能够有这个分数啊。可是他学到的是，其实根本不用啊，我就没有了。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需要一起努力的啦。这个努力不只是家长，我觉得还包括说我们所有这些所谓的管理理事长、公司理事长，或者是你在某一个机构服务的人也好，你要去努力的。好，那甚至我举个例子，我们家自己的小朋友现在念国中。然后有一天呢，我就突然想起，哎，那他们应该去做服务，对不对？我就问他说，妹妹，不是学校规定你要做服务吗？那你去做什么？哎，猜猜，他去做。好，先说他去做的那个服务工作是他的学校帮他媒合的，图书馆打扫，你们学校做媒合会每个人去打扫，打扫啊，校园。自己的学校叫志愿服务哦，外面啊，社区嘛，哈，这个还算是不错。哎，有过经验的那个小朋友跟青少年，你们学校帮你们没合作志愿服务都去做什么？跟我们分享一下。社区打扫，我觉得这个都是算好的。志愿服务那个也算好的。图书馆。我家的人没跟我说过，你知道吗？很多都常常现在去市区哈，或是一些车站，看到很多年轻人背着一个书包嘛，发票，就是前行梦，有没有？我自己啊，我自己从来不捐发票的，我看到这个。然后呢，我一听完之后，你知道我大怒，为什么大怒哈？我跟我家的人说，那你知道你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吗？学校有没有告诉你？我说今天如果学校有告诉他说。你做这件事情是为哪个机构服务？你说市长，你要知道这个机构好像华仔基金会或创世基金会，他们在服务植物人，好，或是那种货变太强的人。那这些发票过来之后要做，就今天如果学校告诉他这件事情，然后请他去做这个，我觉得都 OK。你说你做什么去哪？他说我不知道。我说那这个发票要干嘛？你知道？他说我不知道。我说那。你是在为了做这件事情吗？这是一整个大幕，大幕的结果，我就说，你们去跟妈妈讲，妈妈是那个就是邻居啊，大哥的小孩，我说你们去跟爸爸妈妈讲，你有一个姑姑在做社工，请不要再这样去做这种事情了，你的社工姑姑会很生气这样子，因为我觉得你要让小孩知道为什么他做这件事情，很辛苦哎，他跟我说他去那个高雄的捷运在外面哦，站两个小时哎。而且他现在也站两个小时，是爸爸妈妈要陪他去的哦。是啊，不然你违反劳动法哎，他活动身哎。对啊，爸爸妈妈要陪他一起去，那站两个小时不发票哦。然后我就觉得这整个制度已经有点扭曲了啦。所以我其实会比较期待说，让小朋友去做这件事情，至少你要让他知道为什么。那不然，其实我觉得对小朋友他来说也是一种好处，他永远不能理解为什么当初你要这样做这件事情。那如果真的有一天他接触到，告诉他说要去做这个服务，他的理解可能会说，哦，
其实对我们的孩子来讲，不是那么好的一个教育跟学习的方式。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一样再看一下影片哈。这个影片呢是在讲，在日本，人家他们怎么样让小朋友做志愿服务哈？那这个志愿服务呢，就是我们说过任何志愿服务哈，一定是你能力做得到的事情。在日本，失智症照顾是一帮老人家活得有尊严的目标，发展出许多精致温馨的服务。最新趋势是小儿童戒瘾量。不到十点，隔壁的保育院小朋友到中心来，一起和老人家做体操。位于茨城县水户市的玉多福日照中心，更独创了儿童照护员制度。附近的中小学生可以定一例应征儿童照护员，76日与暑假来报到。他的工作是帮长辈按摩、一起游戏，并协助工作人员。目前有25个儿童照护员。我问的是一个问题，是吧？吃饭的老师是吗？你教我是吧？我问的是一个关于旅游的问题，他是为了第三次开那个旅游的事啊，他本身应该是还有我讲的，然后那个他是啊，还有怎么那边可以安心的吗？透过儿童照顾的制度，也让小朋友了解失智这个高龄话题，也懂得和长辈相处。我今天我妈讲的我看到的这一部分吧，看到的这一部分吧，我大部分的有些他们拿麦克风的，然后啊，我今天开始我今天讲我讲的，那现在没有了，然后今天他们到我这边的时候，我就没有了。除了儿童照护员制度，玉多福日照中心更积极实施照顾预防。照顾预防是日本政府为了降低长照保险支出的创新做法，从预防做起，机构为可以领取报酬，推荐练习也是其中之一。吃中饭前，老人家要做推荐练习，训练喉咙的肌肉，防止老人家噎到。照顾品质往往不在硬体，而是心态。玉多福日照中心用的餐具是一般日本家里用的瓷杯、饭碗、味增木汤碗，而非台湾机构常见的不锈钢铁盘。虽然有可能被打破，但注重细节就能像真正的家一样。生活就是复健，让老人家自己动手做，维持现有的生活能力，减缓退化。什么时候得去买肉的？大概就是什么？柴油肉，一般的肉相对多，而且禽肉也是很重要的。现在鸡蛋、鸡蛋、鸡肉、牛肉看起来啊，这个大家可能需要的是一个农民，这样的话好多。足部护理也是照顾预防的项目之一，可以预防血栓、梗塞，并提高下肢血液循环。工作人员们纷纷蹲下来，唱着老歌，用温水帮老人家洗脚、剪指甲、按摩，专注用心，连为人子女都不见得做得到。要么是给用心培养出一个过来。你说的是我是大的我那就可以让这个应该的他们是没有什么事情不用了可以什么的他也有学习的人不过我听得不过来长辈即使失智了依旧有尊严照顾人员也从照顾中得到意义与成就感他们是高龄化背后的优秀员工小朋友，我们前面看到他是用年纪比较小的小朋友，对不对？好，一开始是那个幼稚园的小朋友，就是他
小朋友他达到那个功能，在刚刚的情境里面，他达到，他不能像那个招呼员一样做招呼吧，但是他达到那个功能，慰藉大家，帮忙大家就开心哈，可是他可能不见得那个就是跟他支持，所以你看哦，这样也开心。对不对？好，就是这个小朋友有什么动作的性格没有啊？就在那里可爱而已啊，对不对？就在那里应该唱歌唱到一半在地上跟宝宝什么这样，妈妈就很开心的这样，他就说当次钟了，对不对？好，所以其实次钟和当次钟有很多种方法，好，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法。然后为什么想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去当那个计划的评审，好，那个计划的。是叫做青年跟社区共同参与服务，就是那个大专青年哈，他们可以来体验，他可能是学校的社团，或者是他可能是我们做的青少年志工队哈，你们可能是我们这里的青少年他们一个志工队，他们去体验说他们想要办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在社区，然后其中有一群青少年哈，一群年轻人，他们呢就在他们的他们说的有回。在他们的社区里面哈，办了一个活动，叫做“阿公阿妈聚餐”，在阿妈那里。然后呢，他就放他们的成果照片给我们看，然后就看说，哎、欸，他们在这个过程里面，然后去拜访阿公阿妈，然后邀请他们来参加这个聚餐的活动，然后经过一些简单的课程，然后有一出戏，然后这出戏呢，主要是在讲说以前阿公阿妈的生活，然后他们现在年轻人的生活，然后他们怎么样帮助年轻人跟阿公阿妈去学习一些在六岁啊。去参与阿公阿妈的生活，他在演这个戏的过程。然后啊，就他的报告结束之后哈、哦，就会有其他团队的青少年，因为好多个专案嘛，别的专案的青少年他问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他就问说：“我想要请问你们哈、哦，你们跟这些来参加阿公阿妈相处，你们啊哈、哦，跟这些阿公阿妈相处，跟你们在自己家里跟自己的阿公阿妈相处。”有什么不一样？你们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好，知道为什么吗？好，因为他来活动，面试跟你阿公阿妈，好，是有来参加的，他在家跟阿公阿妈，那个主要负责的是一个女生，主要做这个报告，他们就站着一排，他的团队成员，这个女生就说，我没有阿公阿妈，这样子好，他是真的没有，然后是借口吧。然后就下一个，他就有一个男生就说，在家里哈，然后他跟我讲话哈，会顶嘴啊，会觉得他很烦啊，会不想跟他讲话啊。那个来参加活动打工的话哈，你们觉得怎么说？你觉得怎么说？他怎么跟那些来参加活动打工的话相处？还是很烦。他说，因为跟他们不太认识啦，不好意思顶嘴，所以我们就有乖一点，想要客气。所以，这个对小朋友来说是一个学习，是吗？哈，而他在一样的当然人不一样哈，虽然年纪都是阿公阿妈，自己阿公阿妈又不是自己阿公阿妈，他们就在这个过程里面学习到一些。跟人处事的互动的方法，这样子哈，这个是我们看到，我们如果说最难过的部分哈，年轻人越来越多的投入，我是这个投入呢，我们如何让他们的学习还有这个服务过程，我们是非常非常好。再来呢，要跟大家讲的是海外服务学习哈，这个东西哈，字眼。跟刚刚讲的其他有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等下再回头来看有没有发现。然后一样给大家看点方法，你们听过印度的垂死之家？有。印度原来有一个修女叫维沙修女，好，她在印度创办了一个叫垂死之家。那垂死之家它顾名思义就是，在去那边被收容或照顾的，就是他已经就是医疗已经没有办法救助，就在那边度过他最后一段时间。这个都是语音的，这个是英
希望不要结束。
服务，尤其是爱用手机做服务的妈妈。为什么给大家看这个影片呢？今天谈了很多叫做天赋的概念，我们会发现在这一场是没出现的，两个今天都没有出现的。在学习，其实在开始的时候呢，很流行到国外，不是到台湾，不是在台湾的话，那国外其他地方也都是这样的天赋。可是呢，慢慢的话，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始突然就开始变。都叫做服务学习，也叫做为什么啊？我们自己平常在学在学的时候，就是我们的资讯的开始是简单的，然后做在一个旁边的学生，就好像说把做服务，然后我们是去了之后才开始体会到为什么叫做服务学习是服务，好，我们在那个时候感受到啊，为什么我这样说啊？因为曾经有很多人质疑我们，跟我说，台湾很需要帮助的人也很多啊，对不对？你为什么一定要帮助我什么什么什么？你不要再找什么工作好，你光机票加住宿，我们这些钱成本也很高呢。这些钱可能你在台湾可以帮更多的人啊，可以去更多的地方啊，对不对？为什么？为什么？就是为什么后来会实习这两个出现？我们在台湾哈，我想我们经历过大专，就是念大学，或者现在的小朋友高中、大学，用这个经验，社团去一些所谓的偏乡做服务的时候，你们是不是生命比较长，对不对？然后都已经计划好，说我去到哪里要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对不对？经验上是这样，我自己的经验也是，我大学的经验也是。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去想一件事情，叫做这里的到底生活是怎么样，跟我要设计的东西是不是看到的，跟是不是我去到那边我所想象的就真的可以如常的进行。为什么我们没有想过这些问题呢？因为来参加活动的都很多人，对不对？大家都去那个山区南投的深山里、信义乡的深山里办暑假营队，小朋友很多人来参加，每个人都很高兴啊。最后一天那个什么晚会的时候，大家哭成一团，舍不得你走啊，对不对？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对不对？不过每一个人的经验都是这样哦。为什么？明明人都不一样哦，环境也都不一样哦，可是怎么可能每个人的经验都一样？你会觉得很奇怪。我们自从去了印度跟我还有去斯里兰卡，我们学到的事情。我们在斯里兰卡，我们第一年去斯里兰卡，我有去到嘛？他就做服务，也是我刚举的例子。我们出去带领队，然后是每天早上很早七点多起来自己煮饭，干嘛弄东西，然后一早起来精神第一，然后小朋友就要还要做准备，然后晚上哈就是送小朋友回家之后还挺辛苦的，开检讨会议，讨论很久很久，等到很晚，大家的经验都是这样。我们去斯里兰卡的时候，因为我们有时候在玩，所以一定是有对方接待我们，在帮我们安排好那些工作。斯里兰卡跟印度在这比我们还热很多，天气也很热。我们每天早上哦，早上大家习惯很早起床，然后就一直等到九点还要准时早餐，十点你还没吃早餐吗？我们会吃完早餐。那我们到底是要去做服务的朋友，怎么我们还坐在这里休息，在机构里面哈？就好像我们来这里，刚刚坐在这里，啊，我们对方是要，我们是要出来做服务的，啊，怎么都不让你们去做服务这样子？等了好久好久，然后呢，好不容易去做了服务，今天我要见你们早上的来，一点都要好吃晚饭，啊，你们休息哦，休息，怎么还不去做服务啊？怎么还不去做服务啊？不容易两点半了，来我们喝个下午茶。啊，对，他们是过去是果子，对他们就是果子爱喝下午茶，每天要早茶要下午茶的。四点多了，好，来我们去做。四点多了，天要黑了才去做服务哎。我们非常的急哦，我们每天都很焦急，觉得我们大老远来这里是要做服务吗？为什么每天都是在等吃饭、等服务？
焦虑，非常的焦虑。我们想象，不管是我们像我们这种带队的学老师，或者是学生，大家都会想到，学生都在告诉你说，老师，我们这样做，我们是要来干嘛的吗？就非常的焦虑。可是呢，我们那个时候有一个是我们学校的印度老师跟我们一起去的，他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我们不要紧张，我们先看看这里的人的生活。好，同学。好，就是老师要多做多的观察，大家就努力的来观察，变成他们的习惯，做一件事情。人家的生活真的就是吃着吃早餐，吃一个再吃完早餐，然后才开始他们的工作。为什么？他下午一定是四点才开始工作，在这里为什么？天气跟我们不一样，那个大中。一点到两点，一点到三点是完全没有办法通过的时候，真的太热太热了。那就是人家的生活习惯，可是我们从来都没有去了解，我们总是觉得我们来要做，我就是做我想要做的事情。我们其实有时候哈，尤其是在现在，都被教成我要来做比我效率最大，所以我就是要这样做，我来参加的就是要这样。好，所以后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才惊觉说，其实我觉得我们在学，我们学习到你怎么这样去尊重。那你说这个在台湾学不学得到？老实说很难。就像我刚刚讲的，你的群众非常的配合你。意思是什么哈？一样是我昨天的例子哈，一样是那个心上面，就是有一种刚才我起来看到，就是某某大学的某一个科系的学生，他们在报告他们的成果方案，然后就这么刚好哈，因为我过去几年就是刚毕业的时候在到县政府，那时候有到县工作。我就知道这个社团，这个学校的这个心，长期在那个社区做服务。而我知道这件事情到我的原来，经过了七八年，与他们做的事情一模一样哦，在同一个社区一模一样。我就跟他们讲说，你们有想过吗？你们去到这个地方，他们去的那个社区是在就比较偏向的社区。那我问你们哦，在这个社区里面，是不是小孩是那几个？是不是？住在那里的小孩，我讲的住在那个乡镇里面的小孩，是不是就是那几个？念那个国小的，是不是就那几个？是住在那里的。他们的那个小朋友哈，他们的小朋友，他们活动招收的对象都是国小到国中，好，所以会很跨，就是久。我就跟他们讲一件事情啊，我说你们要想哦，大学念几年？四年。你从大一进去，第一次去办这个活动，哈，有个小朋友是小一第一次来参加你的活动，你知道吗？到你大学毕业了，他还都陷在你们这个社团的氛围里面，你们每年来带这样的活动，你想过这个问题？而且他要经历你大学念两次哦，因为他有九年的时间哦。那你会说，我就说，可是老师，我还是去小朋友都很高兴啊。对啊，小朋友很高兴啊。但你不能在他没有什么选择的状况之下，你给他这样选择吧。他为什么要来？因为偏向他们地方是很多啊。老师、家长一定就是说很多，然后好不容易有人来，好，暑假我还是要继续工作啊。然后偏向的老师暑假各自回家。我今天早上读到一个新闻，叫做蓝屿国中的小朋友拍的纪录片，叫做《我的后脑老师》。因为所有会去蓝屿当老师的人都去念这种。像候鸟一样，那一样的道理哈，小朋友暑假啊，他就是没地方去，他只能来参加举办的营队，然后我们这个社团每年，那可能是不同的人来，因为社团会人来来去去，你小朋友一模一样的，你的教育从来不改的，我就说小朋友要轮回九年的，你大学都，那念完大学怎么会念完硕士再念博士班的？你回头再来看，这个小朋友你练习真是他的，他到国三还在参加。没想到这个问题，这是真的哦，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哦。那你会觉得说，可是我是去做服务啊，你怎么办哈？可是仔细想想，就是这样。真的想想蛮多的。我就举了一个例子啦，我就跟那些学生说，我说换个方式说，今天你们都在学校里面上课，对不对？那些大学的，我们面对大学，我说大学叫做必修课跟选修课，对不对？必修课叫做你不能选择，你一定得修这个老师的课。可是当我作为一个必修课的老师，我不能说反正不管怎么样，我的课一个人来修，不会太多，那我就乱教。
都赖床在家吗？你是不是也会觉得老师不负责任？对，换个角度想一样的道理啊，你不会觉得说，哦，我每次来，反正学校就帮我照好一班小学，你在那里让我带吧，我也不怕，就是没有人来讲解。好，那我们就，其实我在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有一点点悲哀，就是我觉得我们的孩子，好，尤其是越来越大的时候，太少人告诉他们说，其实做服务哈，我觉得是有必要的。我不是我一厢情愿，而且我觉得我为你做事，我就是很感激这样。有时候他不见得是一种需要，或者是更早要听过的词语叫做小朋友还要为了给你念出来。老师很久很久家长就说，妈妈你跟大姐姐很远的地方来，自己出钱不收你们的钱，你们要去参加吧。好，那个是小朋友给你念的地方，妈妈会不知道。这个是为什么？其实长期在讲服务嘛，我现在我在跟学生讲的是，其实服务有什么面向，反而你自己要一些学习，知道怎么样去应对。最后讲一个，然后我稍后时间再讲。那你也不要看我要讲的，好。最后最近还有一个叫做打工换宿，我想说到听过。那个出国的哈，年轻人要流行出国的叫做打工度假。出国去工作，然后赚钱就来台湾哈。那在台湾现在有一个叫做打工度假，打工换宿叫什么？叫比如说有一个三明治秀的社区在阿里山，但是他们社区可能资源比较贫乏，他们可能需要比如说，他们社区最近要降低社会轰炸，他们希望有人可以来教他们的小朋友学会那个做网站，然后刚好也很缺乏他们的社区。刚好这样哦，刚好刚刚的阿公的孙子会做网站，你要出现的哦。哎，我刚好想要去阿里山玩，好，因为那个社区提供的资源就是，只要你愿意免费来教我们小朋友会做网站，你来的期间做的时候是我们负责，而且我们带你到目的地去玩。在打工换宿，在好，就是我去这里做，我换了在这边在附近做一些旅游的机会，所以。这个意思听起来就是现在的发展通常比较多在一些发展观光旅游社区或是中西同类的地方，因为你要吸引人家去用工作去换那个钱，他在那里免费的消费，大概是这样的概念。他们这个在哪里换什么概念？好，后面好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些就是不同的方式，其实都是在做之中，所以我觉得做之中这件事情呢，不应该是带给你太多的压力，包括我们的小孩身上也是哈。当你被学校要求，当我们真的为了升学需要有一个分数的时候，其实你还是可以从日常生活中找到很多不同的缝隙去当职工，又当了有意义，然后他又不见得会带给你太大的压力的事情。那我觉得就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我希望我们的教官可以帮我们去拿起好，谢谢大家的热烈掌声。
节目是老师。那接下来时间呢，是我们端午用餐时间，然后我们休息到13:30，然后在这边同时也非常好，就是我们第三。